校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平时像那个孙杨和那个他们两个，是平时训练是不是也比较刻苦？杭州的游泳业余竞争很激烈，一个是教练员的敬业，当然我们的运动员的话都是很刻苦。我们体校这次游泳队参加奥运会的时候，曾经是孙杨，那当然孙杨也是名次掉的，吴鹏也是。现在刚进入前八的女子的100米傅园慧也是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总的还有一个有400、800的邵逸文，可能在女子800上有一个好的表现。真的啊，五个人是吧？五个参加奥运会，就今年光今年过去的你就有五个人，就参加奥运会的就有五个了，有五个，已经两个拿金牌了啊。孙杨也就是那个。那我在想，在后面的几天的比赛中，按照正常的发挥的话，估计还有2到3米的。好的。为什么呢？400字也是那200，400米也只不过是在第一天的比赛是，有没有你说没有想法，那也是很多的，是有一定的想法，但主要在男子的1500。跟女子的200米，孙杨1500不也是很强的吗？应该说的话，这两个项目后面的话，都有想破世界纪录的想法。不只是拿金牌，咱还要破世界纪录。都要想破世界纪录。